你替我守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，前几天劲儿还挺足，这才几天就泄气了。对不起，顾师兄。管联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关键时刻不可以分心。是。来。 这几天真的是累死我了。哎，若白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安排那个百草和我对练，他简直就跟上了发条机器人一样，每天都要折磨我4个多小时。哎呀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这丫头她怎么就不知道累呢？啊，不过说实话，她身体力量真的很好，有韧性，能吃苦，基本功也扎实，就是差在临场经验。哎，若白。 我跟你说，自从那个百草来了松柏以后，整个松柏都是好像都被他激发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碗弟子这么用心在练。每个人都被他冲击感染了，拼命的练呢。就是不知道明天比赛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他比不比得过小青。看他明天表现吧。元武道并不是只看蛮力，也不是只要苦练就可以的。他的优点是力量，可是缺点。 也是他依赖于力量。今天是松柏道馆的馆内选拔赛，馆内选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，每组采取淘汰赛，优胜选手将代表松柏道馆参加今年的道馆挑战赛。所以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好好表现，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现在，比赛开始。先好。 这打法就是毫无章法的拼命三郎啊，这就是在拼体力啊。怪不得你说他优点是力量，缺点也是力量。停！小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OK 吗？ 根据比赛结果，男子组的胜出者是我和易峰。现在进行最后一场比赛，秀琴、百草，在你们当中会产生女子组唯一的优胜者。来，百草，喝点这个补充能量，我给你按按腿。来，呀，你肌肉怎么这么紧啊？没事吧？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哎呀，放松点。
你这一紧张吧，你这肌肉就会僵硬变形的。哎呀，你就想着啊，能够从 B 组胜出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，这能不能站上秀琴师姐全看运气啊。咱不紧张啊。白草，嘿。